2024年四月七八，今仔日是礼拜一哈。那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方面影响，中部以北拢会出现着这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哈。啊，其他所在云量增加，啊，我那局部所在会有短暂雨。故日行到二月三十，啊，那气温的方面呢，对北较南温度19度到33度哈，这是咱天气状况，好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。好来，感谢阿斯玛呢，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下日的直播，咱开始大家看新闻哈。来，首先咱们来个报一篇吼，已经真久无搁再做报道的新闻啊啦。就是前一阵嘛，讲有啥咪咪兔，我嘛是去红安尼性骚扰、性侵害这个案件。诶，当讲吼啊，加入来咱台湾政局的影业界啦，包括政界啦，吼，包括吼，真侪人拢去啊调标。啊，这其中较出名的案件吼，咱印象较深的可能就是朱学恒啦。啊，这个案件已经啊去用个判罪啊吼，即马会当去上诉啊，上诉了会演变到那咱也唔知啊。佮再来就是像这个许杰辉啦、黄子佼啦，这种比较吼较受人注意的，来就是迄个什么人啊 ？No No， 一件代志较严重，过来会出来个恶意强奸啦。结果咱今仔去看到这个黄子佼吼，伫顶礼拜有一篇这个新闻报道吼。这个人讲去荷兰家搞迄个迷途黑吼，不起所处分呢。啊，不起所处分，生意都好加在嘛吼。啊，法官伊个判决都认为是安尼。结果讲检察官伫咧调查伊案件的时阵，伫个手机啊发现着侪侪个色情的影片。啊，当然色情的影片，你只要那是人个演员表演出来。啊，特别分享出来红看都 OK 啊！啊，我就是咧拍 A 片的演员啊，我是专门咧拍迄红看，迄拢 OK 无问题。但是偏偏这个黄子佼特别贪婪无共，伊加入一个啥？伊加入一个会，迄、那个加入一个，迄边那形容我唔知啊。李松年的啦，迄鬼东西。伊迄个入，伊迄个会员，迄、那个就加入迄个会就对啦啦。伊会当观看啥呢？观看迄个未成年的查甫囡仔，包括查甫囡仔，去互操打，甚至去互强奸都有了，对啦。一个伫咱台湾遮尔那有名的演员，大家拢知影吼，啊，伊的文书叫做吼张小燕嘛吼，就是黄子佼。去互检察官伫个手机啊，讲哦，你个兼高级的会员呢，唔是一般会员呢。啊，你若讲看吼，一般诶，这个 A 片就算啦，迄同人咧看，侪侪人咧看嘛，做侪人做 CD 出来咧买卖啊。竟然伊加入这个会时阵咧看迄个囡仔囝去用超大强奸啊，不管查甫查某，去用侪侪演艺界知影这件代志了后，大家拢讲啊，这个朋友唔免交啊，嘛吼一片的积极就对啊啦。啊了后诶时阵，这件代志敢落幕啊？无落幕呢，这个继续演辩论呢。这底跟那个从又个有一个上新的查甫跟他跳出来，他指控伊叫黄子佼，甲强奸。啊，是安怎以外，伊叫黄子佼，伊叫黄子佼甲强奸，因为顶一阵啊，所谓的迷途吼，当咧夜时阵，伊看到黄子佼吼，一条标就对啊，有过来人甲指控伊安怎以外。结果伊就心肝头底啊，想讲好算啦，我卖出来吼，甲过，反正做一人甲过啊。以后会做凄惨。结果看到竟然不起所处分啦、后手搁再看到讲检察官伫咧调查伊案件的过程当中，搁伫个手机发现着讲伊加入一个高级会啦，伊是高级会员，迄、那个会内面就是咱拄则讲安尼嘛。伊同我激战未掉，同我跳出来个控告黄子佼的当时来个强奸吼，咱这篇来个念看卖，听看卖啦。你讲艺人黄子佼最近去用个崩了啦，讲伊个手机啊内底就掉啊欠了吼，七块未成年的少女吼去用性侵害的影片啦，包括少男嘛有啦。这件代志就爆发了后呢，引起了吼各界的指责啦、批评啦，长篇车七件呢，
又阁有一名受害者啦，这个叫做 K 小姐啦，伊透过着一个朋友来甲这件代志讲出来。伊除了还款的东西是安怎样啊？去和这个啊黄子佼甲沈清海的全部的过程呢，嘛来讲出家己因为吼去和黄子佼沈清海了后啦，恶梦连连就对了啦。到甲目前为止，伊拢无法度让含伊的男朋友吼啊做一寡亲密的动作啦。而且目屎流目屎滴，写了一张批吼，写了真长啊，和律师。看，迄、那个律师呢，叫做李义经看了嘛，有道理啊，讲受气就对啊啦。单一只点名黄子佼的文书，这个叫做张小燕吼，真久冇看伊伫迄个电视节目出现啦。伊咧甲这个张小燕呼吁讲，你抓出来这个啊主题就对啊啦。你这个做人文书的人，是不是原来应该出面讲一挂话啊？这个分别的人在讲讲目前在伊的名册顶面抛出了吼，甲这个 K 小姐的时候，和黄子佼吼啊，心侵害因的对话就对啊啦。伊表示讲，家己是黄子佼吼心侵害案件的这个暗夜之下流着目屎，啊，佫是曝光的苦主之一啦。伊讲当时黄子佼呢，借着惊啊讲吼啊，要甲摄影一挂什么作品，做名义单甲性侵害啦。迄当时伊讲伊真惊吓啊，惊吓甲暗加叮当啊，而且心肝头底啊咧一直哗哗，甲做大声真艰苦哦，准备爆炸起来，安尼就对啦。迄当时伊嘛唔知要安怎办呢？啊，伊讲现场也无第三人。我若讲出来，有人会相信我吗？最后，这个黄子佼呢，单要紧衫裤穿穿的吼，大家讲一句话，讲阿姨赶紧要去电视台录影啊，就离开伊啊。这个向超大的黄，这个 K 小姐以前一摊跟你讲啦，讲伊事后过了吼，四个月吼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啊。更加因为安尼所讲，无法度人下面男朋友吼进行亲密的行为啦，总是无法度人未记起这段去和黄子佼性侵害的恶梦，啊，充满着障碍，无法度人吼搁再吼向进前行一步出去，到尾啊，同介意的男朋友来分手。去年伊看到黄子佼的这个恶行被人吼激发了后呢，伊曾经以着吼和其他的被害人去甲处罚吧。诶，一款的心态啦，放弃一只提告诉，一直到甲顶礼拜看到判决出炉，讲不起诉处分，包括伊的手机啊内底去，互人甲敲出内底，讲竟然阁有几廿名被害小路啦，才好这个 K 小姐了对啦，决定讲要跳出来直接甲指控。如果真正吼啊，那么上法庭，伊讲我咧想我的证人呐、啊，包括我的证物就对啦，绝对袂减少就对啦。那有想着帮伊分别啊公开着 K 小姐的消息无偌久，我遐个物件随向甲下架，尽管搁在中心搁在土地网络去连嘛，赶快向甲删除掉就对啦。伊安尼第四道破文章的时阵，忍不住感叹讲：“我真忝呢，文章又搁用删掉啊！”对着遮，李怡珍律师随时吼转发，并且吼啊截图留存。当时留言写下了吼，我已经截图分享啊啦，啊应该吼会搁再吼被大量检举下下的文章，做伙吼加油接住。啊，这个啊，受害者就对了啦。李怡珍律师伊真唔敢受害者的处境，随后破文章，安尼真受气来问这个黄子佼的文书张小燕，呼吁张小燕讲有看到上新的受害者的文章，完全吼真俩讲火大，心真痛。我真正感觉小燕姐，你应该出面出来讲一挂话啊。啊，是安怎样会去用甲删啊？抛出个文章有诶无？去用甲删除掉呢？啊，是讲去用甲下架呢？最主要，咱即卖有一条法令啦。讲你呐吼啊，散播啊是报送啊啊是贩卖一寡吼啊有迄个色彩诶文字啦、诶图样啦、诶声音啦、诶影像就对啊啦吼。安尼公然摆出来互看诶，为着对啊，判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啦，减罚30,000元有期徒刑，种吼。哎呀，咱就别安讲啊吼。啊，这个黄子佼在平常时都看伊安尼，都一个面都安尼看着安尼，故意啊。嗯。啊，就感觉讲的是一个演员安尼。
啊，今年火树底下就用那迄度啦。看了是敢若像读书文啦，对啦，啊乖乖啊囡仔，啊看来是迄个面看起来囡仔面嘛。对啦，囡仔面啦，其实嘛未少回。哎，我未少回啊，但是伊看起来囡仔面嘛吼，啊这这。刚才讲个那什么灯光灯不贵了，那边那边呐吼，对唔起。啊，相当讲伊从上讨厌的说伫倒位哩干嘛？从上讨厌讲伊向白的时阵呐，伊竟然直接伫网络顶面呐，只讲猫咪啦，阿那猫咪啦，阿那猫咪啦，阿那阿神啊，伊拢上楼了，阿神啊，伊拢无代志，阿我倒来安尼就爱防守着，大家。我感觉讲人就无。看我出来安尼就。对对，这种人伊就是，这简单讲，这种人就是无。反正讲完，别人拢无代志就是咯。啊，伊要逼无嘛，得一个真嘞。嗯。我感觉去用逼一个上，去用得个上无辜以上，你唔知啊？嗯。就是曾国成啊。呀。曾国成伊。伊甲曾国成变啊，咱们知啊，变个变讲，嗯啊，曾国成逐暗拢伫遐啉烧酒，啉到醉茫茫食薰，啊伊拢无代志，啊曾国成伊听下就说条讲，我著爱啉酒爱食薰就无变嘛，啊你无办法，直接讲曾国成有去讲迷途，唔是讲曾国成讲逐暗啉酒，啉到醉茫茫啊食薰食到那肚干那，伊讲啊我著爽，我著爱食薰，爱啉酒无你要叫我呐。讲个唔是话啦，这人啉酒是人的性，不是伊的性格，唔是伊的。就你安尼去人交谈呢，去人人无爱，查囡仔无爱，你硬去人去人强去讲安尼。伊的意思就是讲曾国成外形，干嘛呢？真斯文，其实伊是做个啉酒食荤的人。酒食荤的人，甲第一路帮啉酒食荤。啊，你别讲个连点么意思都无啊！啉酒，啉家第一酒，甲讲的叫。啊，当然是特别出书啊，了后就爱拖一大堆啦。你系今日我从上下咧讲讲超大啦，啊，或者安尼洪流讲超大，啊，一个过一个，你咧讲些蛮够道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伊拢无代志，我有代志，啊，你就偏偏你有代志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看人出来一下是就不应该啦。对，啊，这个演艺界吼，咱讲真正哦，啊，有演员嘛，真正真会对啦，叫一团队等下过。啊！但是暖暖至少伊无出来讲八句话，一点都未说咧了，就讲无听啊！啊！就真太舒服咧，调查这样个，咱那个讲唔好咧好，在那看到新品会加艺术最好发判一判。但是有黄主教这种人了，这个人哦，你在闹什么会加艺术？一种也加哦，对不对？本来是应该讲的对啦吼，什么水家囡仔大家都看过吼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有介意，你家己去做你的堂会，无要紧。你若是人无介意，无要顺从，你去人摇，这个宗主就来淘汰啦。安尼就对啦，好，对不对？你行为不检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哎，你若介意，互相介意无代志啊，是不是？你两个介意，其他人你是要讲啥？对不对？除了讲家己的某啦，还是家己的翁啦？啊，那不是中间其他人要讲啥？两个拢介意，有哪注意？对方未使迷信人。对啦，我带啦，迷信人。我讲你未使哦，未使介意讲迷信人。哎，你肯定哪一年单单个做？对不对？好嘞。啊，所以这种的物件，就是讲的时，你家己，起码一个红标的看看大堆啊。对啊。哎，好了，这个人我看已经伫咧这条做演艺界已经超富起啊，哦，超富啊！以后演艺界是不是啊？可以当我这种人，搁在中央干我，咱唔知呀。啊，但是你了这三呢，其实演艺界人员已发生着讲。这个背伫咧某个阿爹，另外个有小三呢，嘛唔得几下个啊。对啊。但是拢一段时间过了后，因就。演艺界像咱一般人同款啦，不离就是伊是演艺界中间伊个名声较有啦，出代志个中间就叫人报纸就不敢出大片啦，尤其女青个啦，安尼啦。一般个唔是演艺界，一般个男女会做伙有某个有翁个做伙，唔是较侪落捧你啦。对不对？哎，小伟叔，你看下这报纸上发挥咧，不希望有一种报道啦。对哦，对不对？但是演艺界伊是爱一个嘿有出名啦。所以特别爱要较薄安尼对。我小伟就是安尼啊，小伟就是。像前一阵啊，迄个大 S 含面迄个中国翁。
安尼两个人闹呢，阮闹个什么死人骨头嘛，也也出来。啊，遐啊，咧做新闻，你连嘛台湾的新闻媒体真正。啊，连那个小 S 嘛，你拖拖出来，你有出名人啊，应该啊，出名人就拜托你啦。会计改叫华富啊，华富不要一百千个台啊。唔咩啊，即个啊，不拉对于电器啊，你若讲关门贴话外衣去用掠着，还是搞咧，咱在做这东西啊。我就没外衣，讲话就去用光啊，会用你。对啊，对啊，迄个弯弓实在啦。迄个用啦。做啥？我被还没到底就掉了啦，真正啊，做无平机苗。我那个淘宝啊，无啦，我这嘛是讲外遇啦，没有，哎啦，我唔相信你类型的，有啥我被真正被被还没被相处，嗯，给做就好啦。网上给有钱的人是真多啦，我今仔日问啊，啥我今仔要找外遇的对象就对啦，伊有钱有名有势，我嘛袂瘾找类型的，看得袂爽，哪里找？你是你袂爽，简单快袂爽啊！哎呀，韩文遐快话爽，我一定稳得掉，柯文哲哪里传播的话，手电话跳到公会讲柯文哲去收的话，我看都没收的，这用我枪安尼啦。啊，好啦，这种诶非常简单讲哦，这人家己爱控制家己啦，吼，人家精神较无同的，就较精神未控制家己。对啦，人啊，人也要理性，也要自己控制哦。有咧头壳啊，有有有。安尼想讲，这是不是该做？该做安尼就对。还是讲过一堆案件啊，竟然啊，拢不起诉处，对不对？像那判我蛮衰。唔知影你啊，到底这法官哪爱证据，是不是？检察官爱证据，这边退出来无够济啊。好啦，快紧啦。这个物件非常哦，闹腾着这上好啦吼，咱免去担心你吐又过来啊啦，还是讲一大堆人。我当着你若真正无介意无愿意，也唔知他心情够艰苦，我感觉就是水气啊，就是水气提高了对啦，提高吼。啊，咱的媒体买保护当树林啊，你看到有咩 K 小姐啦，啊，那无就邓小姐，啊，你面安内个，你唔该你，甚至你面地叫你安，伊就该拍马赛克。咱的媒体有一条爱保护嘛，啊，但是这个马赛克拍伫咧嘴环的面顶，我就感觉足好笑。啊，顶日来咧看新闻啊，我有一个啊，啊专门拢伫咧店家啊，啊利用迄种个做啥，即个店家咧无用的时阵有无吼，会偷摕物件啦，啊那无得扛店家花啦，花讲迄个找钱找唔到安尼了，对啦。咩开始？哟，啊这个店家公布迄个影像。公布叫大家爱注意的，这边店家这边希望大家注意这个人啦。中间泡沫。啊，这个媒体多来，伊面个泡一个马赛克，讲啊，希望大家注意这个人，你来靠腰，你这个面泡马赛克，你这边要注意这个人。哈哈哈哈哈。哎，都不泡马赛克，你有那？对啦，哎啦，咱公司这这个不泡马赛克，我看过了，嘛是讲是袂记得啦。你像烟呐、德啊啦、贵啦，嘛拢个泡马赛克啊，那都不会摇啊，哎，冇错啦，吼！来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，哈！来，感谢，咱来进一个广告，阿连明再个倒等啦，好来，感谢。差不多有啊，过年都死
写到还是少年啦、啊。哦，快快写未来哦。哦，你写出少年了，今天听不是七十岁嘞。阿里，真是多生吃一段时间过啦。哦，我慢慢话说明，其实比较好让听我卖。哈哈哈！我做恁个，两个阿里在做。来来，感谢咱们，咱们规家族的。来来来，感谢你的捧场，来感谢你的捧场。最近以前刚挂烟雾气，怎搞个？对，我每一档啦，吼，我必须老平安，对，什么什么我得注意啦，吼，啊，对，说，哦，啊，好票会，是，啊，好，这个扫描，扫描，对，什么乖扫描，啊，就让我扫描，啊，就准任期也好啦，嘿，然后不得钱啊，也好啦，容易，但是今年要去的时候，今年对要去的时候，吼，我就去的医生啦，吼。哦，我比前咧看人都分散到位啊，好啊，啊，家己分散到位啊，对啦，做啊，家己讲啊，对啦，我带你讲讲诶，对啦，啊，伊个医生一个看过去卡路对啦，嗯，奇怪呢，啊，你骨在家己在做一种骨筋在做一种都已经没有，无比前啊，你来讲有咧，嗯，我靠，伊阿老个大，不要啦，对，下你这边来看了，看我无见啊，问题是医生还无讲。所以用心管，千万带人哦，而且罗先生。好嘞，感谢啊！这是咱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哈，即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啦，吼、哦、呀！咱有这呢啊，咱这就做使用者呢，就连本身啊，亲自使用了的这个经验吼啊，透过着这个节目啊，透过见证大看大家来做这个分享。啊，咱圣山公司安尼长期经营吼啊，讲究的就是信用啦，吼、哦！当然啦啊，咱伊就咱主来所推荐的产品，像咱圣山公司的喜多山啊，这几十年来呢啊，咱圣山公司的瓦胶白。就是咱喜多山哈啊，咱今麦呢啊，这个现代化哈啊，这个工商化的社会啊，大家生活拢真紧张啊，工作压力佫咁大哈，交叉环应酬多，又去食外口的人是安尼愈来愈多哈啊，所以呢，伫身体上啊，加减啊，拢总会处理一个紧张的状况之下，就安尼来影响到咱身体健康哦，这是真大因素。也虽然讲今麦医疗品质啊，讲到做讲啊，进步真多啦哈啊，医疗品质也真好，但是就是讲有种种一挂镜头。甲咱困了真久，当时啊，你大病医检查几波，啊嘛检查未出一个物件出来吼，所以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，才会当互咱找回着真正健康正常的生活。咱圣山公司，咱是多山，就是用这个最自然、最安全的方式啊，来替咱做着长时间。啊，因为拖磨也好，因为紧张也好，因为拍拼好，结果咱所产生出来一挂这个机能问题呢，一项一项安尼慢慢替咱甲咱调整倒来吼。也、哦、当然啦、啊，咱生产公司的产品呢，拢也互咱一挂时间吼，啊，互咱来这里做一个调整，做一个顺了吼。有耐心来使用着咱生产公司这所优良的产品，长期使用者拢总会深深感受到咱生产公司产品的好处。咱除了喜多山以外，当然咱公司推荐真侪只优良产品，譬如讲咱的金立明，咱也是讲咱囡仔，也是咱的中辈时代，囡仔可能是用目睭用过多拍电脑啦吼，啊，或者是讲咧在读册，啊，用目睭用过多，中辈时代有当时啊，可能是咱的这个目睭开始进行着这个退化的动作吼，啊，是讲有老化现象，金立明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吼，也咱生产公司的金立明，嘛真侪人使用过，啊，对着目睭的帮助非常的大，啊，大家拢感受会到吼，啊，咱这专攻。啊，免费的这个健康专线，欢迎你甲沟通啊，来做一个询问吼，0800-058-668，0800-058-668，感谢啊，0800-058-668吼，这个电话是咱吼啊，从这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，来，听众朋友，咱今麦一处呢，个别生产公司产品。十罐的朋友呢，十罐的朋友，咱都加上三罐以外，咱有提供一些精品，要来赠送给咱买十罐的朋友哦。买十罐的朋友呢，你也当个经平底锅一支，你比个经电风扇台、经燕窝两盒，来都有十二罐的包装。
你要甲经一领毛毯，这种会用钱。经啊，这个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针，一会安锁金立明、保顺健、喜乐清，恁个锁三十粒，隆重会用钱。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啦吼。啊，另外是从你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吼啊，五款的朋友咱都加上一款以外，刚好然后提供出啊精品。你来请上我们美国馆的朋友哦，美国馆的朋友，你也当个金红，单手把糖果一支，你要个金宝文杯一支，金白砂糖器个一条，你要金单向汤匙一打，金无限制的洗头毛巾一罐，无限制的洗衫巾一包，你要金燕窝一打，内底有六款的包装，这种会用钱。咱一道金一行为关节啦吼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感谢。来，接下来我们邀请听众朋友呢，走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，这是江辉所来演唱吼，《酒干倘卖无》。
好嘞，感谢啊，阿兰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，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。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，啊，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，不清楚不了解呢，电话甲卡过来，公司拢会先困，啊，来甲咱做回答哈。好来，感谢继续过来甲进行这个发新闻哈。来，接落来那边来甲倒一篇这个 A 仔啊哈，另外有去讲到，讲伫苏花公路之处的大地震啦哈。啊，有一条桥，讲合作吼啊，下清水桥啊。啊，这条下清水桥是国民党政府吼、哦、来台湾了后，伫1972年起的呢。原因就是讲吼、哦、起一条啊较大条的、较宽面的啦。因为伊身躯边啊，就原本留一条古桥，日本人、日本时代起的一条古桥。啊！伊认为讲迄条古桥上矮歹用啊，大吼佮起一座啊，较大条、较宽身的啦。啊，而且吼嘛讲吼上该用、全世界第一用的桥就对啦。第一条桥边啊呢？嘿，我第一条日本人起的古桥的边啊，佮再起一条新桥啦。因为古早的桥较下面嘛，啊，伊即马就起一条新的吼，就是变成讲相用的安尼啦。1972年起的。结果这道花莲的7.2大地当有一个规则桥，断落落落啦。连老家吼一体吼，装啊头，连老家吼一支这个牛条都拢无得着啊，全部拢落对这个山谷落啦。本来一条无落个。呵呵呵呵，去再换其他。我等你，你讲啥啦？啊，这个双向的交通线往中断去呢，往华东公路缩短阻碳呢，装修的工程啊，真费时间啊，真好加塞。古仔辛苦边，留伫这个山边的边啊，搁有另外一条桥，那是1935年日本政府的时阵起的一条桥啦。1935年就对啦，至今好好。完全无起甲无歹，评估了后的时阵阁正用诶，大用这条桥来做临时通道就对啦，疏解了交通甲重建吼诶紧急难题。日本统治台湾有50年的时间啦，留下了吼真侪高品质的建筑物啦，而且嘛真侪吼非常水阁价格保存的文化资产啦。譬如讲，目前的总统府啦、监察院啦、中山堂啦、台北宾馆啦、正侪所在的法院啦、银行啦、学校啦、车站啦、宿舍啦、新社等等，经过几啊年的天灾地变了，对啦，至今好势好势，拢保存到有够好。包括这个嘉南大圳啦、啊，吼啊，这个桃园大圳、台中后里圳吼啊，一个有台东吼、啊、避南大圳等等水利建设，日月潭水利吼啊，电厂等工业的建设就对啦，拢发挥了有够好的功能，加正在北。真踏实的建筑呢，反映了日本人的敬业、认真甲负责任的精神，值得咱来甲模仿。是安怎样？我每一道，哪里吼天灾大变的时阵就对啊啦，咱拢有当时啊会有这个新闻消息咱报，啊而且吼啊报出来配上国民党，唔是无原因的。因为当时当期国民党之前，咱大家就知影讲，因就是吼贪污啦、官商勾结啦，啊，就吼啊，沾沾百涉啦，啊，变成迄个包厢吼，伊感觉讲啊，我迄个啊要吼包红包，啊，迄个所在要包红包，我根本就无钱通做，啊，就凊彩好好的偷工减料，偷工减料，啊，做出一寡迄个品质无好的物件出来。这就是安尼，国民党政府就是安尼咧创台湾的啦吼。啊，这咱又搁吼，伫这头的大地当去看一道，啊，唔定是安尼了。大地当的隔天隔两天，我嘛有报一篇哦，迄唔知伫外面对一栋大楼的车对面，嘛是一日本宿舍好彩礼搭，好势好势。日本宿舍到站时，拢无准无稳，啊，一栋大楼边啊，一栋大楼，就安尼摇一下，我变变贵安尼啦。即、这个已经讲过足侪届啦，啊，嘛有真侪物件有无吼？拢讲一项一项，拢互咱看显现嘛，对不对吼？
好啦，啊，这个做迄条桥，这么多暂时都变成救命的通道了，对吼？嗯嗯。哦，内面。没人会行的呀，来，没人会行的桥啊，结果被堵了。对了对了，啊，哎，当出来上重要了哈，咱们讲的是安尼哈。是。啊，日本人当时起的物件是奇怪，啊，像那卡，这个那个山呢，伊的抗震度就比较较好安尼吼。啊，但是话佫讲到，伊讲过。同即卖气候阁无同啊，即卖讲研究阁再研究，唔来进步化些气候啊呢，啊人家较早起，你看嘛，用伊类型诶。啊，所以这应该就是以前建筑方法如何吼，伊诶建材虽然无像即卖才进步啊呢就对了吼，但是呢，你讲看起来人以前迄个屌呢，哦，像古早方法诶。以前哦，一直是等下整下听嘛，有人恁都不看也无，整下听嘛，一直是地啊，迄个投资财务伊都用，迄个系啊，莫得，温迄个系啊，起来系啊，一直是地啊，慢慢听听，诶，情况我用呢，特别多呢，即卖唔是啦，即卖更精啊，今年种种啊。都倒去了。不哩个，这个另外学者咧讲地当来这个厝会倒未倒，当然建筑下咧就说基础性啊，伊安那做，这个有足重要的关系。这另外一种就是迄个准坡啦，迄个准坡来到你这个所在时阵，你是不是都要伫迄个准坡的顶面啦？那你这种厝是伫迄个准坡的顶面吼，讲你个科瓦用的，造成不标语的这个吼。啊，这啊，所以这当时九零的时阵南投有无？嗯有一条路嘛。嗯。这边的厝全部拢倒，啊，这边厝拢无倒。啊是啊。啊，准坡就是准坡问题，准坡就这边贵啊。这边啊，拢讲起种激素。对。但是你那是讲安尼嘛是为的理由，啊，唔过咱都是保险条件的做伙啊。哎。都好伫小这边呢啊。对不？啊，日本那条桥有小跨卡挖穿边。溪地的山边，山边人讲实在，你有阵山边咧经过啊恐怖咧，山边嘛是对的，山边唔是讲连第一条桥，伊同我点点未震动咧，迄支山嘛是第一行咧。嗯，是啊，啊这个这边啊，好像地动拢会去检讨，这拢会去讲到这里咧，啊但是。讲法歹听，就现在讲起来，就讲了了，啊，就去过啊。等下一个地动过来的时阵有无吼？大家就去开始去讲啊，讲啊，是安那家人的，哎，这都有代志啊，那就对了吼。好啦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。就是讲，恁多少去花莲无？无。我一个去啊。无，其实嘛，差不多要伊当做搞地电话嘛。搞地电话。嗯，啊，你再演一回，讲啊歹听，即嘛要比伊冷我，人也无比你啊。哎呀，恁大学安尼有咧六十年岁啊？六十二啊，六十三啊，系啊，对啊，都要叫起冷我嘛，这队友嘛，无咧个系啦。好啦吼，啊，这安尼咁报告一下，来，好，这个就做三呢，这个地动了后呢，佫再来就是要重建啊，吼，我咱看着讲。迄栋倒落去，迄个什么青迄栋个吼，迄栋因为天龙青，天龙青也关掉，嘿，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安全上的问题嘛吼，安尼徛街也无啊多通去买来这提物件吼，我这实在是真正都够落。怎么徛起来？要徛？哎，那阿你徛啊，你话你徛啊，但是中岛有一个国际国外啦，有，我叫花莲嘛，嗯，花莲，很家伙。咱这上面高阶应该是老公是春假今年啊，无感觉啦，好，无感觉。咱这无什么感觉个，啊，即嘛，咱咩感觉？等你个梅山一掉啦，嗯，梅山一掉啦，飞落来就大掉个啊。我别讲个，别讲我惊无，你地震我强强地震，你公公个。对，地震上面是准备来，真正无人知啊，好，有啦，啊，这个，你刚刚好个，再我家己接，那不家己接，这样我差。哇！啊，现在过来光靠花呢，安尼，没见。来，这其实这个物件，咱刚才咱讲的是讲，你刚有建筑师咧讲啊，讲啊，别当厝内面什么所在上安全呢？嗯，就是楼梯处啊上安全。楼梯处啊，伊讲一般楼梯处啊，就是一间厝内面吼，起了上坚固的所在啊。好。楼梯厝啊，通常啦，讲摇了大地动的话就对啦，拢无可能叫登记实物定过。楼梯啊，楼梯厝啊，就所啦。你推下骹嘛吼，伊那个靠起推一靠起来嘛，楼梯厝啊，迄个空间就对啦。空间就对啦。公家常用，就是一间厝，就是迄个所在常用。啊，伊讲的东西，以前来
特别气哈用伊嘛，伊无解释啦。伊讲一般厝吼，你去就是伊搭非常用的啊。啊，有可能是拢排楼梯嘛，啊，所以也特别加强啊，吼，啊，就是安尼，我感觉是安尼啦。嗯，好啦，所以其实喏，有用无用嘛，无一定歹讲，但是你若当秘伫咧。即个譬如讲，挂在冰箱的边啊，嗯，哦，呢张挂在，提人讲呀，阿娘嘿，啊，实有人多量嘅，哎，因为冰箱慢慢冰箱吸落去，冰箱就伫呢个边啊，哦，哎，嗱，我昨天攞漏电停得，我记，你喺度都停电啦，好啦，感谢啦，哈，哦，即个地震冇人想要发生，啊，到底伊会触动其他地震啊？未，即再慢慢啊去观察啦，啊，台北迄条即个挂屯山火山气啊。唔知叫点弹起来啊？你哦，就听讲，应用嘅，即系应用。听讲大伯嗰个大屯山火山啦，叫爆炸嗰啲啊，叫崩起来嗰啲啦，吼，大伯贵阳报销嘅，咧就贵阳报销嘅嗰啲啊，啊落啲 A R B 唔知，吼，即系我唔是人当做决定嘅，吼，啊，一切咱就听从天公伯安排嗰啲啦。水讲水讲啦，系啦系啦系啦。嗱，国家嘛，即系咩顺势，唔就管顺势好食，嗯，对唔对？当然嘛顺势啊，啊，你唔未记你妈做，我那未使食平啲嘅。好了，来，咱来进港商差不，两名这个得等来哈，来感谢。好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袁小迪，温小迪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.3 立雪和平广播电台。蒸笼小馆客家料理过来了，不但笋丝肉底卡，够咱日式照烧猪肉，冇好食的锅渣米三杯鸡，够配上一路饭的客家小炒，嘛有香龙菇。点嫩白，安尼总共四项菜，一个汤，五包，原价1750，优待爱台湾的听众，买一包搁送一包，总共十包，大优待，干那卖1500块，搁送咱开胃菜，有两包的菜脯，总共十二包，大优待，干那卖咱1500块，十二包，干那卖1500块哦。2973-0409，2973-0409，货到付款，感谢。陈太太，啊，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感染者，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。何苏小姐，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？敢会传染哈？唔免紧张啦，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症感染着，也唔过也未夹起来，所以未传染给别人。啊，安尼哦。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，治好机会有90%哦。啊，我还照时间吃药完成治疗。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一杯关键素提供。早嫁，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？妈，放心啦，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，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。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，每年一个人的分配投资运用收益，免税的时阵，一个人的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。哎呦，劳工主题帮助真多。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局广告。工满五人的单位，应家己员工告知当日申报参加劳保、旧保、甲七保，试用期间嘛需要投保。各工未满五人，或者是干那涉及扣税的单位，除了是旧保、甲七保的强制投保单位，卖使另外办理自愿参加劳保。雇主若无申报员工加保，除了会有罚款，而且公布姓名以外，则个会赔偿员工的损失。以上是劳淡保劳工保险局广告。妈，你出国怎么带这么多现金啊？哎呦，难得出国，当然要多带一点钱去血拼哦。哎呦，为防治洗钱，现在规定出入境携带新台币限额10万元，超过部分如没申报，会被海关没收哦。还有申报不实，超过申报部分也一样会被没收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啦。哦，那出国还是不要带超过新台币10万元比较保险啊。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。我们都是在这等待待看你轻松过日子，小李小李今日点赞的电影的黑暗，请你今来转完成月光最的灯塔，我的心为你牵
感照镜，无眠无伴，无夜无食，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？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？我的心为你牵着行，无眠无伴，无夜无食，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？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？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有健康的喙齿花，喙齿才顾会掉。正常呢，十几当前，迄阵四十几岁，牙周病严重，这医生讲的吼。十几当后，咱因为有这条特殊的齿膏持续个使用，咱即卖变健康的喙齿花。你有想要试看卖无？真正有法度顾你喙齿花一条齿膏，白烧的牙膏。台南矿六七九四五矿七九。台南矿六七九四五矿七九，感谢。好嘞，感谢啊！在咱宁波各电台刚上插播了，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哈。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-0500-6688。好嘞，咱今嘛还没来看刁忠义刁老师，要来做一个连线哈。今仔刁老师要来跟咱讲的，就是顶阵啊新闻闹到就说是中国啊吼，有一个乐团啊，讲叫做什么啊？惠春丹呐、啊，叫惠春丹呐、啊，到遐会叫苏丹红好啊。啊，讲比方说讲伊要来中国台湾安尼啊，结果去后即个就做冰冻一边只，一个来甲他打落去。您拨的号码无法接。不错了，进来进来，阿兰安丹的张老师，要对这个问题来可能看这个讲了这音乐啊，什么种种安尼就对吼。那就是说，西中国家真弱呢，啊，这香港冇转台子啊，还是我哋好啦。阿兰安张老师靠这个就做啥？靠这种就做迄个话题同我讲吼。好，阿张老师讲音乐，好音乐，好。除了音乐以外，有啥物嘢关系？吼，来。喂，电话师，电话师你好。你看咧，张大哥、阿星兄、姚林兄，甲咱空中所有听众朋友，大家晚，大家好。张老师晚。拄只三位大哥咧讲到了，讲诶清水桥啊，甲日本迄七号桥比较。日本里沙啊，公路顶头起诶迄桥叫做七号桥，因为日本人拢将桥啦、路啦，还是公园拢变。比如说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，他们叫做七号公园、他们这边这条桥日本人是编号是苏花公路第七号桥，都叫做七号桥。九十四年的历史，国民党起的那五十二年的历史前倒倒落去，所以有比较会当让我们看更加清楚关系跟好坏、今天咱我们要来做一个比较，这比较来讲，咱台湾甲中国开始往来是为34年前，1987年，蒋经国要死的前一年，开放了大陆探亲，开放以后时，台湾才开始甲对面有往来。往来除了经济顶头的往来以外，也佫有足侪是讲文化往来啦、体育的往来、音乐的往来。迄时阵国民党伊个在通派的学术界、学者、专家，在政治家、在媒体人，拢甲咱讲，文化是没有国界的，音乐嘛无国界的，体育嘛无国界的，所以体育团体咱去互伊安怎走，才讲恁是中华台北，恁是安怎都安怎，恁只要袂使赢，那啊怎没国家的？咱点点啊无选手，无做咱比赛啊。这34年来，咱拢安尼，去互糟蹋，
因的人要来的时候说，欸啊，恁那打篮球的那所在未使有恁的国旗哦，啊，咱的国旗就给它扛起来。啊，咱沿路也国旗去中山北路要给人欢迎的时候去哦。我问题叫警察一个一个个抢起来，搁定定去拍安尼。这34年跟中国的往来，咱完全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啦，就是讲卑躬屈膝啦。中国讲袂使安怎，中国安怎甲咱交差，中国安怎会真以上对下，咱拢点点啦，啊，都要往来啊，啊往来哪有咧计较这？因那个无国界，无啥安尼啊。所以这边中国的这独立乐团，独立乐团因何名？这回春丹啦，啊，对少年那可怜，我那做搞怪啦，无奈何这款名。安是这个独立的乐团，啊，伫中国小有名气啦。因这边要来台湾以前，因为伊迄拢有经纪人，啊是经纪公司拢会替因安排嘛。啊，所以主要是要来屏东参加的屏东县政府办的音乐节台湾季。台湾机会足大哦，咱有39万人去到现场，咱39万人去到屏东哦。啊，所以迄是足大，啊，因原来应邀来参加演出啦。啊，不过除了屏东这音乐，个比方台北有一场小场的有微博安尼，所以因在要来以前的选，因的微博哦，因的微博顶头先发表讲啊，阮为更西要来中国台湾。明仔载要到台北某一个所在表演，咱台北见安尼啦。这那叫以前啊，这嘛是做普遍的啊，做普通路安尼啊。这个以前咱这边的主办单位，知影这消息的时候，马上采取断然的处置啊。这断然的处置是这34年开放大陆探亲以来，咱处理上介好一遍啦。我感觉处理上介好一遍。为什么呢？因马上发表声明，哦，来取消因的演出啦。对。啊，迄声明内底当然较长啦。我讲上重点最后去四句话啦。因的声明是安尼讲，讲自此为即马开始，哦，为即马阮取消了回春丹乐团的演出。除了音乐，阮也阁有信念，无法度互你卡住的信念。哦。讲四句话。台湾34年来，不管是公家办的、民间办的，无一个团体敢讲这款话啦。你看这款话讲出来会怎个安怎？立场足清楚的，态度足坚决的，哦，非常有自信。哦，我个讲这边言下呢，讲一讲，自此取消了回春丹乐团的演出，除了音乐，我们还有信念，无法撼动的信念。哇！做少年人，咱就来个拍火啊！也是咱就来个拍火啊！咱这代输赢作衰啦，输赢作衰。所以等台湾，等咱做少年人，展现出台湾人的基本精神、基本的价值观以后的时候，不卑躬屈膝，哦，不委曲求全的时候，咱就看另外一个代志来对比啦。台湾有一个人叫做马英九。到现在为止，还阁领台湾人的薪水。伊辛苦所穿的含内衫内裤，拢是咱的心，咱的血汗钱，予伊最薪水，伊去买来。伊甲咱讲，台湾毋是一个国家，咱就爱相信习近平。哦，中华民国是唯一的一个中国。讲这些也就罢了，台湾毕竟是民主的社会嘛。即便去到中国，为了要甲习近平见面，你知伊安怎做无？一路一路考，考啊到三到八点，安怎一路一路考呢？开始的时候去看孙中山啦，当然孙中山已经过身啦。哦，目屎流，目屎滴，安尼一路考。过来去看黄花岗七折烈士啦，各代名念林觉民，哦，萧银莫会配，虽然他初中啊是国中都蛮读的呀，哦，意蕴清清如吴，哈、哦，吴今以此书以如咏。也哦，这咱拢会暗念，伊念啊考出来了，都改去告皇帝，皇帝到底有这个人无这个人？其实历史是打了一个大问号啦。因为中国的历史为商朝开始是有根据的啦，商朝之前的那东西应该是拢捏造出来的啦。什么三皇五帝啦，什么尧舜禹啊，那禹到底有没有禹这个人都成了一个大问题啦。好，皇帝你讲五的五。我、哦、还去拜祭皇帝的先，我那当然在考啊。啊，
为什么这人要一路伫个考咧？嗯，就是要希望习近平能够跟他见面嘛。所以本来安排跟他哩见面啦，后来中共一边改变啦、嗯，改变要当时见面咧，改变讲明后日见面啦。靠了不到你现在款。四月初三，啊，中国人喜欢讲观其行，听其言。观其行嘛，嗯、我要看你的表演，哎、欸，下次表演也袂歹，一路一路考，考到北京，好啦好啦好啦，甲你见。但是见这边的时阵，会安怎呢？我啊，这个已经过气的人物了。但是他为什么做这种事情？有够要求有要求啦。我讲出几条代志，咱听众朋友讲看，看这款人有够要求不？嗯，你知四月初三是什么日子不？四月初三是三十多年前台湾关系法通过的。这边哦，台湾管理法通过是、嗯，就是在四月十号，这边唔是干那是几十周年的纪念嘛。啊，另外的是什么呢？四月初十，日本宰相要跟美国的总统见面的时候，因为谈什么呢？日本要加入一款呢 AUKUS 的选的是美国一款呢澳大利亚里亚啊，再加英国。加入一个战略团体啦，即卖要招日本加入啊。嗯，日本加入就选，那就变成规个整个亚洲的局势也变安怎咧？美日安保条约，按、美国改关韩国的一关咧防疫条约，甲台湾虽然无，但是甲菲律宾有，啊，佮搞一关咧澳洲甲英国的先完全拢甲包围啦。嗯，啊，你讲啊，美国也无甲咱台湾有甚物军事的联名咧？表面上无。实际上是有足侪所在拢互相往来啦，咱原来估是这个啦。台湾为六年前，美国开始替咱训练联兵营啦。什么叫做联兵营呢？过在咱的最兵的时阵，步兵的是步兵嘛，规个营拢全步兵嘛。嗯。啊，我做干兵，规个干兵营全部拢是干兵嘛。嗯。即卖部队安尼无法度少见啦，即卖拢联合的兵营叫做联兵营啦。营下来队选有步兵、有干兵、有通信兵、哦、有炮兵、嗯，全部都混在一起啦、嗯。这是美国怕中东啊、怕阿富汗、怕足侪所在群，已经研究出来上盖新、上盖灵活的一种作战方式，叫做联兵营。嗯，人以前的选，台湾这边的选，拢总司教官的选去搞管道，每一年拢训练过来批啦，一批拢四十外个加强班，反正就去训练总司啦。阿、哥。台湾训练城市保卫战啊，咱就把台湾完了两个城市保卫战的基地，哎，北台湾有一个，南台湾还有一个。嗯。搁五年前的选将密码逻辑交给台湾啊，密码逻辑是要什么？就是要传递密码嘛。咱在那修建的选，不是讲举手机啊，在讲，哎，来，我是多几条，我是中部，恁就按照当年这个区别来卡。拢讲密码逻辑的卡，嗯，我密码逻辑咱叫话都甲美军连到底嘛，嗯，连得上在一起嘛。不但咱的时阵，各种咱台湾军用的 GPS 卫星定位，全部都换成美军专用的啦，不是咱手机啊用的，就讲民间用的。嗯嗯。哎、欸，这跟咱的军事情势是很密切啦。啊，这边一个日本要打什么物件呢？讲起来真死人。驻日本的美军最高阶被从中将提升到上将。哦。你讲啊，提升到上将有什么了不起？有呢。要把整个从东南亚到东北亚变成是一个连统联合指挥部了，联合指挥部的指挥官一定是四星上将，一定是四星上将，大家不知道要对记的吧？你从世界战前选的澳洲，澳洲的选和在欧洲战场，美军率领其他整个同盟国的军队啊，那指挥官就是四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嘛，嗯嗯，你太平洋这边选的是四星上将麦克阿瑟嘛。嗯，太平洋的总司令嘛，那是足大诶呢。因这边要跟日本谈的是安尼，讲要将一关的美军的指挥官提升到上将的这个位阶啦，变成成立一个在亚洲地区的联合指挥、联合统一指挥部啦。啊，这指挥下面当然是日本、韩国、到台湾、到菲律宾、到一关的澳大利亚、到英国、到美国，要把它全部围起来。看这趋势，整个全部包围形势已经不但包围起来，各已经准备讲随时被查，马上就开始打起来了。嗯，啊，像这款代志，全世界拢在注意这款代志，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
结果马英九加你看那个习近平李永庆要来做反统战啊，要把它整个那种亚洲形成一个新的一种战略位置，要把它弱化了，弱化它的影响性。大家想讲，现在请示美军，你讲美军有准备要拍无？我感觉有决心要拍。最后中西一战，伊有最后的决心。你想看伊现在摆出来的阵势啊？日本的时候常驻的是雷根号的一款航空母舰群嘛。这是尼米兹级的九号舰呐、啊，就是二十一世纪陆军的第一代，就是雷根号的航空母舰呐、啊。伊是哩横须贺，日本的横须贺，但是哩日本的佐世保有美国上盖强、全世界上盖强用的两栖突击舰，就是亚美利坚号。亚美利坚号顶头有500个舰艇兵，但是另外还有1600个海军陆战队。1600个海军陆战队哦，然后顶头有美国所有上盖新的武器，亚美利坚号顶头拢有，那是标准的小化机啊啦。伊是在佐世保，然后都调两个，你看那个航空母舰战斗群，这个来台湾的上波，这个是台湾的南波，是整个三个航空母舰群已经包围住了。美国这10亿航空母舰群呀，派上来过你家。然后所有的基地把它串联在一起，不然你不能爱基地，包括了一关的冲绳 Okinawa 一关的加索诺基地啊，加索诺基地是日本美国的东南亚东北亚最大的一个空军基地啦，偌大呢？有台北山森林公园80倍大，80倍的大，内底有两条跑道，那两条跑道真是人，拢是3750公尺以上的长度。那是国家大只的飞行机拢有法度起降的哦，3750公尺三个跑道有两个呀。然后伊伫菲律宾在杜特地的时阵，哦，甲美国无好啊，所以美国将因的一关克拉克空军基地、甲苏比克湾的一关的海军基地的群全部撤出。但是今麦群实在无讲啊，不但原来进两个美军重新回去，又增加了好几个新的基地来让美军来使用了。然后再结合奥库斯兰杜小贡的美国、英国、甲澳大利亚，啊，佮日本今麦被重新加入了。澳大利亚伊改进是甲法国买一关的柴油的核子一关的一关潜水艇，到尾甲法国毁约啦，啊，法国该有咩避免啦？啊，你喜欢澳大利亚，你买迄潜水艇是袂冲下来啦。伊若要保护家己，上面的外海300公里的所在，更因的柴油潜水艇就足以保护澳洲啦。为什么因来去买核子的动力的一关的潜水艇？前期的被派来台湾的南部，接下来闹出来那种，接下来引告核子的潜水艇了、所以看这样的整个铺排下来前，前期摆出来的阵势，中国看到的惊，我袂骗。中国每下下是讲敢把咱安怎都安怎，因为伊家己算出来，伊根本无拼命嘛，完全无拼命啦，完全无拼命啦。因为讲什么嘿，因为拢操蛋，基本来摆讲嘅。伊迄种所谓的虚假战力啦，是虚假战力拢是操蛋啦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当全世界、当台湾都处在这种战略重要的位置，然后包围整个中国，啊，你在戏也吹杂，啊，被在习近平面前，啊，当然在弱化整个台湾的一种防卫的心理。你这款人看有够要求无？真的是要求因那种。咱公告要求我拿来做的比较啦，都讲上一首歌我拿公告的新闻，黄子佼啦，我唔是要讲黄子佼的，黄子佼的师傅就是张小燕啦，我要讲张小燕的，有一个律师叫张小燕讲，你的徒弟啊，教一款徒弟啊，你都要出来一些的，都要出来交代一下，跟社会交代一下，我对这无意见。哦，你要交代不交代，我对也不理解。但是我就要请张小燕，你就要出来交代一下。交代什么代志呢？2020年，也是4年前，台湾刚开始遭受到武汉肺炎、武汉病毒的侵袭之下，咱去的话，你念着，啊，咱就唔知道要安怎处理。当时佫无疫苗，你知道台湾内底有一批人的时阵，
开始咱老台湾老政府因安怎讲咧？嗯，给我疫苗，什么都不要说，给我疫苗，什么都不要说。嗯，阿哥来讲，台湾政府谋财害命，谋财害命。张小燕就是其中带头的之一。哦，我叫出来来交代的讲，为什么迄群人民，咱是受害者，咱是被中国传染的嘛？嗯，对。你为什么不爱去谴责中国？对。你为什么谴责自己的政府？过来，你为什么讲谋财害命这四年？就问一下张小燕，你从小到大，你念过的书里底有得一句话，谋财害命写当用来批评政府的？无嘛，咱批评政府就讲，这政府无能、贪污、乌白来、纵乱、烂透了。咱当时不讲，以某一个政党或某个政府是谋财害命，没有嘛。张小燕，你为什么会讲这句话？答案在哪里？答案我甲各位公布。是，你讲你抗议四年前的2月28日，政协人民网上面正式由政协署名开始攻击台湾政府的施工。指责台湾当局谋财害命，嗯，一个为了为啥出来？对啊，为人开始台湾来对击毁中国所起的爪牙，全部都学中国的口吻，开始来攻击台湾政府谋财害命，这是为啥来？张小燕，你怎么会去配合中国的统战，开始用这种言辞来攻击自己的政府？你都要对社会提出交代。哦，王子家代志你不交代，不交代。我不管这件事，我管的是你怎么可以对台湾当局、对台湾政府、对台湾的社会做这样的批评，而且是配合中国的演出。所以人，咱对讲讲到日本桥、甲国民党桥，这些比较，港台选在人，那无比较都看不出来他们的那种有够要求的要求啊。咱个讲一件代志。是。啊，咱是这个。咱所尊敬的郑南榕，以西蒙为关的逝世的一个纪念日。1989年长四月初七的时候，阿姨自焚而死。自焚而死的时候，伊当伊也十字下天头，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讲袂使讲台湾独立，什么人啊讲台湾独立就是犯法，就要甲人去关。有人甲你关无？有，比如讲。政治受难者联谊会会长蔡友全、副会长柯泽德，这两个人跟一群政治受难者的国宾饭店的地牢，在嘛开会，开会成功。国民党叫咱卖讲，咱敢声一来卖讲，台湾人也唔敢讲，至少咱在政治环敢讲嘛。咱一世人就是以推动台湾独立的，咱也都无讲，安尼敢声就我都交代。所以因为写一个宣言讲，阮主张台湾独立。啊！这宣言下出来，来人签名，会长、副会长来签名，这样判十年，入去关十年。啊！一个人一世人有偌济十年，人往关啊？关出来以后，我等着考试的啦。昨天听我讲，昨天听，啊！你让你签一名，这样关十年，你敢袂怨叹？伊讲，最难一道的，难一道的，最难一道的，你运动的，最难一道的，赢是咱爷输。要挂要抬要留四台椅啦，我那个看下啦，这十年，哇，一般有高级的。而郑南榕去选的是郑南榕，伊无对外讲，伊是当伊的十字顶头下讲，我主张台湾独立啊。国民党的意见，反正要甲掠去审判嘛。因为咱常讲，迄犯法的人、犯宪法的人，一定来掠到法庭审判，无迄审判案无法度进行嘛。啊，所以要引导家己啊。郑南榕讲。你不要抓到我的人啦，你上帝抓到我的尸体啦，你若遇到要抓到我就自殺啦，到了要好友伊带人冲入去家己啊嘛，冲入去引导啦，引导带伫倒呢？引导带伫关的复兴北路加民权东路，去内底一条巷啊内底。正引导带四楼，正南拢家己带五楼啦，带伫五楼啊什么？啊，伊啊从铁门用起，啊从伊关的汽油桶拢用好势。他就在那准备讲哦，伊那伊管理伊要家己休息啦。到了尾，郝玉带一群警察冲入去选哦，你都要家己啊，下子郑南榕先放下家己休息。迄个1989年诶四月初七，啊，所以张也选做些好朋友来一管啦。啊，郑南榕是一个什么人呢？郑南榕原来是读辅仁大学啦，伊有一个同窗诶。叫做郑邦正啊，
建国党的主席，郑南榕跟郑邦正都是辅仁大学的学生因啊，因两个立校来，这拢有女朋友，拢因初恋的情人后来拢做因某啊。这个就是郑南榕因某叶菊兰啦，啊，另外就是姓邦定，邦定遐因某邦定硕啦，当时四个人拢同窗的啦，后来两个查甫因啊，然转学转入去台湾大学啦。郑南榕考掉台湾大学的铁六系啦，啊，邦定遐考掉台湾大学的迄款中文系啦，后来邦定遐读到中文系的博士毕业完啦。然后这样子一路落来，都站在台湾独立的最前线，为了台湾独立打拼。郑南榕有一个信念，讲我坚决支持100%的言论自由啦。嗯，有一边民进党咧开全国中原代表大会选哦，伊唔是中原哦，伊冲入去会场的时候，打一关咧朱高正啦。嗯，看到朱高正哦，一个巴掌先打落去安尼啦。啊，当场一定是拢是民进党的人啊。啊，朱高正边啊拢是朱高正，迄时是登昂呢，台湾第一战战舰。对对对。迄时郑南榕讲哦，你这就是会出卖台湾啦、啊，当时无人相信讲朱高正会出卖台湾啦、啊。啊，所以伊啊拍伊的时候，啊，当场就只有一关混联的代表啦，啊，朱高正联合联甲拍啦，郑南榕就一路走出来嘛，走出来的时候，啊，因过来个伫后面甲堆嘛，郑南榕只用拍头破血流。去等了一关田秋瑾，田秋瑾要甲阿嘛，但是田秋瑾早因阿阿未着，哎、嗯，多季万生南投的季万生季老师冲起来巡检，甲扎起来，郑南榕在当造啦，伊是这款人呢，嗯嗯，他是一个说一定的第二代志就去做，不管是安怎，不管伊嘛在讲，我一个非东莞的人冲入去民进党的全国，讲到把他搞不好当场去用巴西里啊，嗯嗯嗯，哎，敢去挑战的朱高正，国民党讲。不可以，一般咧未使讲台湾独立，我就是直接就白纸黑字写过，我主张台湾独立，当面十字军团一下，到那以身殉道啊，啊留下了叶秀兰跟尹昭佳、郑祖美啦，啊尹哎，今嘛尹两个大一家啦，因为伊死了以前吼，叶其兰并无比这件代志黑加掉，等到蒋黑处经历好些先哦，啊原来五老以前啊就。一般咧会当泡茶啦，啊有当啊，阮暗时啦，接饭早晨接饭，比如讲甲当时的 TNT 的台长张嘉林啦，啊是甲一般的几个朋友选啊，早晨接饭接下来选啊，叫人拢会讲啊，无带我要泡点茶，啊所以约出来我去泡过几次茶啦，叫人把它整理的变成是一个很干净很。就完全没有当时的那一种啊，马不会惯的，我怎么按勇于面对啦、啊？东西郑祖美压个做笑脸的一个小女生啦、啊，我那泡的也当片子来手机啊呢，啊，一般我那几十年拢过去啊，过去啊，想起来咱嘛拢老啊，所以想着讲这样一路行起来，想着讲来当最低头的时，啊，佮看了慢久的习惯啊，你啊你要求人，啊，佮看了咱笑脸辈啊，你发出了这么啊你。立场清楚，态度坚决，充满自信，讲除了英格，阮则都有信念，无法度互你甲颠倒掉信念。对，哇，为咱的下一代充满了安尼，安尼充满了乐观啊，充满了一个新的希望。今天我报大家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空五八六六八，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。来这个代表来跟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，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。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，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。而且啊，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，咱高科技来做催促吼。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，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催促。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。这超临界催促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。当然，这嘛是经过吼啊，日本啊、韩国，包括美国、加拿大，这个眼科医师啊，所来认定，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。
当然咱内底成分有真侪，伊有红素、玉米黄素，包括花青素、小米草，包括吼、哦、啊决明子、稀油等等等等，真侪行的物件。即所有的物件，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，会为了对个啦。当然，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。简单讲就是讲，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起来配方，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济。啊，所以咱啊尾巴啊，咱尾巴药厂吼啊，咱百合博士用这个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研究这的物件，这是目前上盖新、上盖安全，而且是上盖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。听众朋友，咱平常时啊，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，白内障、老花眼、视网膜病变、黄斑部退化、老白油、白眼症、大眼睛等等，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，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，你都会当来个挖去。来个挖课吼，啊，当然，咱平常时，如果你若是讲吼，啊，时常咧用电脑啦、耍手机啊、来看电视的朋友，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，大家拢爱看，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，较容易损害到。啊，是讲吼，啊，咱啊，长期间吼，伫外口咧走外步，不管你跳多摆，还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，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，这真好。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，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。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天就着白内障，吼白内障。啊，当然，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的朋友，包括吼你的头颅、你的视野吼，是咧看遐物件的人，你会当来吼挖过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，啊，信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，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。来，接下来是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，这是咱的信山软骨素。那信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，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。啊，这软骨素里面伊有日本的专利，就是软骨胶原，包括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。这个乙烯葡萄糖胺，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。硬骨，包括咧制作吼，咱关节吼凹翘，不管是啊，这个手的部分，也是讲脚的部分，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，制作以骨长骨长，和咱这个凹翘过程当中会当润骨，吼会当润骨，那像从咧尖肌油迄一般，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着咱软骨，啊较袂去伤害着咱的硬骨。啊，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，如果曾经有去受伤过的话，有可能你这只骨长骨长，而且功能会减退。啊，这个功能如果若是减退的话，你吼、哦、啊分泌出来骨长骨长，伤过头少，还是根本你无在调，人去分泌骨长啊。你当来个挖去吼，咱信山的软骨素，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专门咧制作骨长骨长。如果若无遮骨长骨长，来甲咱软骨的话，咱的手翘、咱的脚翘、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，正容易会去损害掉。简单讲就是吼，你打碎咧磨吼，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，啊磨害去就刷入去，你就磨着软骨，就是开始关节咧痛疼的时阵。信山软骨素内底也有黏多糖小分子、胶原两百，包括维生素 C， 也有咱个美国 NEC 两百分解加素，也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。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，这是补充着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，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。当然有真侪啊，迄、那个产品啊，伊拢强调讲哇，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，补充什么钙？当然迄是吼，因所啊因的认为。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，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加有效的物件，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。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个软骨素内底主要成分的对。所以用这段经验才做朋友，有人给人介绍我非常清楚了，对吼，非常详细吼，处方啊，什么种种拢跟你讲啊，非常详细。软骨素加着金立明的第二代了，对。除了这产品以外，信兰公司还有希乐通，希乐通专门的过去等候清洁，这等候来无清洁是袂使一个，怎么这等候白听吼，你该想看我这个对，惊死人，好嘞吼。所以用这段经验才说，希乐通专门第一个等候白。清理的对，
这个是干那咱信南公司有这这个稀土通，这密码就是团研发的了。阿和技术，他都有人讲阿和技术就是种物件，所以从今话，我咱等下清气，卡袂去记得去等下白听，这非常清楚的对哈。所以阿个人五宝稀土清，这费用吼未使回楼客，费用啊楼客就来像咱一条狗啊，咱感官的对，楼客也他。开始惊人杂七就对啦，有诶物件就越开始杂，一条狗仔都未通，未通就规臭哦。做上去话，真会更更快意思了对。但叫拆掉就对啦，吼、哦，有些咱走未赴啊。在脑里看别安那得，在心中看别安那得，后一个会未通，在卡未通诶哦，去把它清净啊呢。做上去话，真我报虚度清改者吼，报顺境南树平物。盖好三边的店哈啊，帮你出问题，能怎样哈？吃补肾的惠阳所，日本韩国今年销售5000万辆，台湾多多多，电台改咱的责任了，美国集团就关和咱责任了了哈。所以除了这三边以外，咱用许多山这三边来做搭配做使用。有啲冇不了解，怕电话做详细询问，空白空空空五百六六八。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，这个是咱上个边库会的叫会专线电话啦哈。来，咱接下来去那边邀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一首声好听的歌曲哦。这首歌曲就是咱三点播啊，柯先生来点播中天君演唱的歌曲《苏乱的男人》。点在异乡，不知不觉思念你。夜深天当露水，谁人来安慰？假心的呢，我想你想几暝。假心的呢，你敢会想我袂？他乡的多情男儿，淡薄温柔味。茫茫到深车离开后座的城市，夜浓雾冷凄凄，悲恋才开始。担心的呢，我想你想几暝。担心的呢，你敢会想我袂？无你的寂寞暗暝，想你芳醉味，思恋到半暝。
个漂泊男儿，有柔情有勇气，抛弃兄弟甜蜜情意，忍心痴怨黄昏时点在异乡，不知不觉思念你，夜深见灯落水，谁人来安慰？担心的呢，我想你想几暝，担心的呢，你敢会想我袂？他乡的多情男儿，淡薄温酒味，慢慢到深天。感谢啊！啊，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，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，空不空空，空五八六六八，电话一直是八点到下午七点，啊，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。好来，感谢啊！阿伯的时间呢，听众朋友，好意见要表达啦，还是说了做新闻技术啊，要来做补充的哈。啊，咱开讲报道，啊，咱的电话吼，来咱个沟通。那、啊、咱的电话这是了做269-945-6，269-945-6，咱台南的电话，我把它屏幕拿来卡，真麻烦，把打一个空六哈。好来，感谢啊！好，来做电话来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！今夜林总大哥，对对对，吴大哥你好。你讲说马英九哈，他现在520就已经离役八年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听说他还要再继续离役呢。对啊，例如他有什么条件？对啊。这个条件是他们国民党自己定出来要对付阿扁的嘞。嗯嗯。以前你看连战，连战已经卸任多久了？嗯。而且他才是副总统而已嘞。他有什么资格到现在还在搞我们的礼仪耶？你基本上在保护他呢，民进党真的都不敢中他们国民党任何一根汗毛哎。是。按你这个马英九，你要怎样？他没有资格再要这个礼仪，再继续下去。嗯。因为这条条是恁国民党自己定出来。嗯。所以我感觉哈，民进党你也自己要长进一点啦，不要什么都屈服国民党的淫威之下。嗯。他多一席你就要拿出来啊，当初是你们自己要为了要对付阿扁做出来的，你们现在马英九一无卡无手吗？嗯，你有什么资格要继续人享受那个国家给你的礼遇？你对台湾人一点功用都没有耶，甚至只有害处耶，没有好处耶。我还没看过世界上有美国有这么不要脸的总统吗？是，所以我刚刚说刚刚张老师讲也是没见效，你去中国哭什么？嗯，你是去搞去了习近平送伤吗？嗯，要不然去中国哭哦，那个是去搞中国送伤了。看、嗯，我感觉是准备要去给那个衰微习近平送伤。嗯嗯嗯。哦，感谢我这个来你好，你好，嘿。喂喂 ，Hello。喂喂，第一线啊。喂，一个不行。你好
完人要做我飞哦。对啊，可以哦。但是古为公好人不长命，祸害一千年，你冇听过？有啊，我是讲爱玩龙，太无快啦，太刺激啊！你必须在北啊！你必须在北啊！我呢哦，人咧，人咧用酒咧，高级的用酒，下海去玩干的，都破破一般无人看啊！这些都发咱民警都都发作骗嘛，我发作骗啦。啊，像啊，公他妈爱飞，啊，什么过迄个笑的，过迄个离我最远的，伊迄个惨嘞！这囡仔，这迄个民警当这。这里会有人做很好呢，是，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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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你啊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讲这个花莲王，这个吼最近这几天拢伫花莲，伊是安怎样啊？就伫花莲，因为因某看官长无灵啦，平平安安，有可能伊一工都咧度一工啦，但是发生这种大灾难。你要看恁华人能算出来，这个起码叫做啊徐真伟啦吼，这是华人农业部的对吧？无法度人处理啦，看到这林大的场面无法度啦。来我讲个关怀因啦，即马就讲咱那个理得了，对。我讲好些了。好好，感谢你哦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来，你好你好。哎，大家好，哎，你好，我在那边打个，哦，那就跨年的呀吼，登记的呀，敢唔敢一个啦？嗯，蛮多的呀，就先在这边。啊，来就是迄个江西话车车，咱地人用的是诶，嘿哦，贵用三十五周年，三十五周年。迄个，我感觉足奇怪，总统啦，啊，咱副总统拢有去阿卡，无要讲，伊是为着看迄个台湾共和国诶宪法，他来和迄个。看来吼，迄个国民党咧要甲逮捕的，迄条件拢无人讲啊！我感觉像叶九兰因嘛拢无讲到，吼、哦、嘛因为昨我看 YouTube 吼、哦、有出来啦，因迄个会，伊开迄个纪念会、追思会，迄个主美嘛有出来啊，九兰也嘛有出来，嗯，啊因拢无。中国咧，印度了拢甲咱南洋历史拢强调伊是18%的言论自由，啊，拢无要去讲这个，伊是安那会从逮捕是虾米原因咧？这个原因讲出来给大家听。嗯，那就家己进口啊，系啊，家己讲到自然敢讲啊，爱讲的啊。嗯，好啊，好，大家后边的人，少年家也知影，讲好人伊是为着看迄个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，吼，来哄你来啊。哎，我感觉这是重要的呀、啊。重要啊，因都唔敢讲。我感觉讲，奇怪，咱皇帝就不要讲，啊，老人家阿边下来啦，咁问看，那像伊作美国啊，诶，以前伊，我看美国啊飞机发飞就飞来，也唔免甲咱机会咱来同意。啊，政治美国啊，因的意思是安那，咱台湾的土地是因的，还是安怎？嗯，对啊。阿爸，甲咱讲个清楚，阿爸。这把秘密，你们看一下，你们总统呢？当时是挂秘密，这是有阿袂当讲呢。哎呀，哎，下你们总统，下你们总统，是挂秘密，不是讲话要讲就要讲呢。多少在那部落，就恐怕因 Q 讲安尼死给去，哦，别讲，别讲。哎呀，我看这死也高啊吼。无啦，阿你若讲中国好，你都。就同我留伫中国卖转来嘛？对啊。啊，你那是一个沙国人，你都讲吼，台湾政府甲台湾人讲，恁和我的礼遇啦，啥物话退红，我拢袂愿意啦。你讲是啦，你讲哎呀，那无，伊都唔是渣货，伊还敢讲安尼啦？你唔敢讲啊？你话委员较加油的，你啊，你小姐爱改改的，啊，要食台湾，啊，要吼。我关注汤干韩蛇无咧，并且含地鱼，呵呵呵。那先做总统的啦，好啦 ，OK。我这个总统贵个台湾，我讲讲一个我们不到啊，太贵是贵啊，我们。来，先讲个，来，感谢。这个地上来到今仔日已经几日工啊吼，啊，这个抢救啦，不管对山区里边啦吼，还是讲迄、那个啊倒起的大楼吼、啊，准备要加。拆掉吼，拢一直咧进行当中吼，啊，当然有救出来，伫山区救出来人嘛，真侪啦吼，啊，当然失去联络，到今即马都无消息的嘛，有啦吼。
啊，这个失去联络无消息的人，到底是在遇到不幸啊，还是手机也无电量卡出来，无信号？啊，目前去用困伫山区，别当出来，原因无人知影。坠落，你有当下无吃吼，无水。对啊，你无吃无水啊，水可能山区加点落雨是有水啦。啊，但人讲若无吃，你吃上这七天啊，差不多就好些。啊，若买个地条咧，也是安那样啊。你若卖讲地条，有我当自由出入嘛。你讲慢淡慢西，我慢淡一寡野生的水果来吃吼，啊，都多的多的，等老人家煮出来安尼啊。主流来当出入的顺利，就是当落山啦。好东西啊，我放东西啊，东西啊，我放的啊。一碰就唔得啦，吼，碰到你啊。啊，在吹啦，拢唔是在吹啊。好，拜拜。来，时间的关系，啊来，明仔再讲，再会。谢谢，谢谢。